台湾人爱了解台湾，爱了解台湾事。我是李晓峰，我是戴宝春，欢迎收看《讲台湾谈历史》。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咱这个节目吼，前礼拜在介绍台湾的民间信仰啊，主要为南岛民族讲到清代传进来的台湾民间信仰。但是咱知影，除了民间信仰以外，台湾也有重要的宗教是西方来的。天主教、基督教，综合起来，其中叫做基督教了。咱今仔日这集呢，主要要来讲基督教、天主教对台湾的关系。好，什么时阵开始台湾和天主教开始接触？宝春，你赶紧开电话来。因为咱台湾的历史哈，真有意思，就是讲跟世界的全球化刚好连接。对啊，十五世纪进入全球化，即、這个欧洲，尤其比如说西班牙、荷兰、葡萄牙这些东西，世界找殖民地，啊去啊重商主义的经济，啊去找殖民地嘛，顺便去传教。对啊，台湾同款，因为台湾在十七世纪，荷兰加西班牙拢来到台湾，是啊，同款来要来台湾，摕到一挂经济物资。啊嘛，同款会来传教，啊，而且真有意思，就是讲荷兰来台湾，西班牙来台湾，啊，荷兰伫欧洲是甲西班牙伫竞争，因为本来荷兰是西班牙伫统治嘛。属地嘿。啊，主要咱讲的基督教，咱一般来讲，旧教是天主教，天主教，啊，新教就是基督教，吼、哦。结果天主教是西班牙，啊，荷兰是信新教，新教，啊，两个国家拢来伫台湾。啊，拢嘛来伫竞争，所以两种搞，拢伫台湾，所以足有意思诶。啊，但是因为吼，咱也知影，因为荷兰伫台湾时间较长嘛，吼啊，所以为一六二四加一六六二，所以伫台湾的时间较长，当然是即个因传播的宗教的影响，就会较深啦，吼。啊，主要就是伫台南地区啦，所以就由恁故乡来讲。对，一六二四年吼，荷兰人进入台南，哦，咱定咧讲讲。西方人的船只到东方来了，到南美也一样了哈。讲伊的船顶拢载两行，拢载两行物件啦。一行叫做商品啦，一行叫做圣经。哦，那除了经商，咱拄仔只讲重商主义，重商不是重商，是重商，重商重业的商。重商主义的同时呢，他就传播基督教。对，西方有一种观点，他认为说你如果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是野蛮的。当然是你在讲的啦，啊，就因为这款观念嘛，所以一直来同时传教。所以来台湾的这个荷兰人，伊嘛同时传教。对，我叫宝春，你有讲讲，因传的教是新教。对，新教里面的卡尔文教派。卡尔文教派这个系统跟后来的长老教是接近的。对对对，系统啊，所以你要看咱这张图吼。哎，真趣味哦！这是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讲，这是伫荷兰时代哈，是荷兰时代没错了哈。的在台湾的教堂。地点在哪里？今麦找无呢？找无，找无地点。有诶讲伫新港，就是今麦新市啦吼。有诶讲伫码头。码头。但是咱的朋友吼，王家英是讲，这不是教堂。王家英讲，这是迄落公祭，公祭。咱顶一顶讲的公公的公祭。但是我感觉安那呢？我感觉有可能用原来的公祭吼，转化做基督教的教堂。因为这伫澳洲嘛呢嘛，做这迄落回教的教堂，后来转换成基督教教堂。我有可能讲，原来的公祭转换成。对嘛，因为你公祭就是因遐边埔下的人，较会去遐。对。坐垫底下嘛，聚集在那个地方啊，所以你甲变做一个，迄个变做尾也去教堂，这真正常嘛。啊，所以应该这两个都有可能。无啥冲突。是是。啊，迄个基督教礼拜吼，一六二零年代礼拜了。对对。台湾的南部的希腊雅人，因此有了文字哦。对哦。哦，那这段恁简单讲。是是，咱定下你讲，咱台湾的南岛民族吼，伊都无文字嘛。啊，但是因其实足特别的，伊伫台湾吼，咱若讲较大量、较尾个人接触是较尾个汉人嘛，但伊上早个接触是荷兰人，啊，结果因近年伫甲荷兰人接触个过程内底，就等于变成有一部分人就会使用文字。所以你若用即卖角度来甲想，因为咱有时仔拢会想讲，哇，啊，这写汉字，啊，这看这因这是属于咱简单讲属于英文字嘛吼，欸，拉丁字或罗马字，罗马字，吼，欸，我，看到这毋敢那作搞安尼。会讲啊，真 surprise 吼，啊是事实上，其实这等于是呢文明的要进啊。对，你讲伊进入一个迄个
迄、那个外人接触的时代吼，啊，因为透过中国甲因传，因就开始因也要写字，啊，所以这款字伫清朝的时候，因会甲因讲叫做红毛字啊，嘿，就迄红毛的改的字，红毛字，嘿，啊，所以教因读圣经嘛，所以这就是，所以就用希腊雅语吼，啊，用罗马字拼，拼对对对，拼出来了，就变成嘿，因的希腊雅的文字啊，这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哦，对对，啊，这边是新港文。对，哦，因为伊伫新港写，这较流行，较流行，对对。这咱以后会讲啦吼，这新港文，这边是罗，是这个荷兰文，对对。诶，圣经，新约，哦，新约咧讲耶稣迄个，迄个身世迄个部分，对对对。啊，恁多加讲西班牙，对对。1626进入咱北台湾，对对。啊，伊传的是，天主教，对，哦，就是旧教了吼。是是。啊，当年西班牙在台北台湾几年？1626跟1642好加在十六年嘛，十六年较短，所以伊的成果较无遐好，较无遐好，对。啊咧，但是拄仔只咱讲南部吼，足侪人信教咧，对。迄个金刚社吼，1630就差不多5000人，这边5000人信教咧，对。哦，啊，佮有足侪拢用迄个基督徒的这个婚礼咧，啊，佮训练了50几名。诶，迄个在地，对对对，北部的人会当去传教，去传教呢。对对。啊，西班牙这边吼，嘛是有几间嘛有些成果啦。我这边资料吼，对，30多个传教士，嘿嘿。哦啊，有4000人信徒，对，16年来对，安尼嘛算袂歹啊。是，这个吼，因为伫北部吼，因为咱西班牙北部主要就淡水加这个家人的下料岛嘛吼，是啊，咱即马淡水大家拢知影讲，迄个是红毛城、圣多明戈城位啊来，啊，这个伫家人的下料岛，伊就是迄个圣萨瓦多城，尾啊，迄个考古的发掘吼，嘛拢有找到迄可能本来迄教堂的迄个遗址吼，拢会当找到。最近怎么咧学？嘿，拢等你学。啊，因上个重要吼，因这个内底就是 Escobar 伊设置了迄个玫瑰圣母堂啊。伊吼足特别的，咱拄仔讲南部有迄个老迄个新疆语吼，啊伊来台湾伊嘛有去收集迄个等于咱北部来讲，照讲是北塞人，伊家编一个淡水语的即个字典啊。是。啊，但是吼，即马即个完整的即个册吼，即马找无，嘿，所以是敢那知影有去编。阮研究所的所长方正正教授，哈，伊都有西班牙的，对。伊当年伊计西班牙人嘛，当年拢去西班牙，讲哎你去哦，好好找者，好好找，看会当淡水语书店当找着吼。那不得了，历史的台湾历史的大发现。啊，一旦把迄个巴扎语，其实那应该是凯达格兰语啊，那一代，迄记录的是那个，那一代看出来吼，不简单吼。啊，咱知影后来吼，西班牙退出嘛，对啊，荷兰后来又被郑成功赶走嘛，对啊，所以赶走之后，你不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你都停，拢离开啊，都停起来嘛，啊停。这个郑成功入来了，20年以后晚清来嘛，对啊，晚清来啊，汉人来，伊都搞传播的登记嘛，对但是到了近代吼，又来了，又开始有近代吼，主要是因为开港口，对，开港口通商，所以西方的宗教又再度来嘛，对，啊，这个东西嘛，天主教先到，哦，虽然南部吼有一个著名的，就是万金圣母圣殿。这一个看，哇，咱若卖去写看遐个汉字吼，刚怪讲这是伫西班牙，拢相信，拢相信哈，造型拢相共。对，我补充一个吼，这个台湾因为迄个1858签这个天津条约，1860就签这个北京条约，就开放台湾这个淡水家人当到安平外国会当来做生意。啊，像闽南做生意，因买当来传教，所以就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西方的传教士就来到台湾。啊，这个天主教伊真早来当来，其实有原因，因为这个天主教是因为足济，因为迄个西班牙就伫统治菲律宾嘛。是。啊，所以因真济，像这个郭德金、郭德纲，因这其实是拢位等菲律宾那边，啊，较紧就会当来到台湾，来传播这个天主教。对。啊，所以咱拄仔讲了，因就来南部为主，所以你看。迄个开港通商了，天主教吼南部较济，都迄个，比方伫高雄，然后去迄个万金的万峦，迄个万金天主堂。咱即摆就讲开港通商了，主要是要开，要啥物通商嘛，啊一样的，这个模式一样的，比如讲商品之外呢，圣经来了，圣经来啊，所以因此基督教又再度进入台湾，对，啊所以基督教进入台湾的背景吼，咱再讲有两个系统，对，一个是。
那个英格兰的系统来，一个是加拿大系统加拿大来。哦，就你给俺介绍的。这个开港通商了，就是讲咱都要知影，就讲因为伊个条约都规定啦，讲外国人会当来台湾做生意，啊嘛要温存这个传教士入去台湾去传教。啊、所以在这个南部吼，就这个由英格兰来的这个长老教会，啊，北部是迄个加拿大迄个马街来，啊，南北两个拢是长老教会，啊，但是较无啥共款。伊发展的情就是讲，咱南部的教会有一种我甲形容做接力赛啦，啊，比如马雅各啦吼，啊，坎培尔啦吼，巴克，这马雅各，一个一个安尼吼，就是个。接力安尼来传教，啊，北部是另外感觉较慢一些，因为咱南部1865吼，即马雅各就来啊嘛，啊，北部马街是1872才来，啊，但马街是较个人英雄主义，可能甲伊苏格兰个人色彩较重啊，嘿，所以一个人吼，走遍规个半个台湾，啊，为1872一直传到1901啊，所以成果很好，成果很好。我定咧讲讲，马一个中立教会吼，比国民党早80年来台湾，所以中立教会吼本土化，本土化，国民党一直以外来者的优越姿态，所以会产生对碰。这以后就还要讲，咱先休困一下，稍等下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欢迎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咱今仔日咧讲基督教、天主教进入台湾和台湾的关系。咱因多只讲到1860年台湾开港通商，所以呢，除了洋行商人来之外呢，西方的宗教基督教也都来了。对，好，也这个是继荷兰时代呢，才开始又进入台湾啊。那基督教进入台湾，对台湾有没有影响？影响很大。那。虽然台湾不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可是台湾在近代化上面呢，其实基督教进入台湾的这个基督教文化呢，其实是有影响的。那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影响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那今天呢，就这两个先谈。好，提供基督教进入台湾，在台湾的近代医疗上面有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作用？几乎可以说是。这个近代台湾近代化的一个指标，的一个可以关照的一个指标啊，来保存台湾说明。咱人总是面临生老病死哈，啊，国民族当然拢有个医疗的方法啦，哦，咱也不是你完全讲西医搞啊，汉医就歹安尼，这各有它的极限啊。譬如咱就简单讲了哈，譬如讲。传统的汉医吼，以及什么把脉啦，甚至针灸啦，用草药的方式。但是至少有一种经验，讲譬如你若拄到较重大外伤，是，其实汉医无法度处理，因为无法度手术，无法度遮嘛。对。啊，譬如讲伊较无像讲人西方，伊已经开始随着迄个科学的发展，伊譬如伊了解像讲很多细菌啊，吼啊传染了很多的这些问题，其实伊无法度嘛。啊，咱知影，因为咱1860年传入来台湾的这新教，人伊背后已经是有一个近代西方的知识啊。啊，所以因这个传教士来，就是讲，因为因本身足侪人，伊为了要传教，所以伊本身其实是第一是为了伊家己，甲因这个传教士的安全嘛，所以拢有基本的医术啦。啊，有的确实是伊本身有那迄个医生啊，本身的医生啊，佮再来去传教，等于。完全会当去照顾你，即去信用伊个人个身心灵拢照顾嘛。啊，所以咱台湾咱唔只讲着讲，咱其实咱即只唔是你讲宣教啦，因为宣教是宗教用语咧。咱是你讲西方个基督教个文化对咱影响，所以即个医疗就对咱吼非常个重要，因为因来到台湾，譬如伫咧港口个所在吼，咱譬如咱台南开始，你看1865马雅各来，吼啊就开始伫康熙街设置个病院，啊当然。这条道，嘿，啊，当然，这是后来翕的啦，后来翕的对。啊，咱嘛知影，因为咱台湾拄开始吼，拢啊，佫是一种传统的观念，比如讲破病食草药啊，吼啊，什么推拿啊，甚至啥呢，去庙里拜拜啦，去摕香火灯来食，好多罗丹啦，吼，啊，甲罗丹当作仙丹呐，啊，其实内底食这一定有问题嘛。
啊，所以其实拄好开始吼，对这西方的这个医术，因有些未甚了解，甚至譬如讲可能会打针，就讲火啊恐怖，啊甚至搞不好你伤口伊个你缝合，啊迄迄啊甚至有甚至会手术啦嘛。啊！但人看这足恐怖的，刀出来，看秘书讲刚破疤同款，吼啊！有时啊，人因注意台湾足侪人，迄目睭有毛病嘛，可能甲看伊目睭，啊，甚至搞不好人家甚至有时候还可以做简易的手术。伊个讲哦，你是要讲乌目睭同款，所以你看咱嘛知影，伊拄来台湾的时嘛是有白天嘛，啊，只有搬去高雄啊。对啊，你看遐孟阿国医生因来。伫你拄仔有只讲诶，伫看世界有一个即叫旧楼医院啊，旧楼对。啊，在地人来讲，哦，即个穿车搞医馆，可以甲咱诶囡仔掠去乌目睭开做仙丹，是排斥呢。对，所以无多人过来吼，去等于等于即个高雄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旗津遐。对对对。啊，旗津因为伊甚至讲对外窗口嘛，可以当接纳外国的，外面的事物。所以集合个暂时等一下，对啊，你后他个等下台南，嘿，啊，最近台南后来个继续，你看谁给？对啊，对啊，一个旧楼医院，嘿，就后来成为新楼医院，去新的啊，变成新楼医院，旧名，而且早期哈，这其实应该是差不多日本诶，日本时代初期啦，初期哈，啊，因为新楼医院，你看迄东西的做些病患哦，都集中在一起啊，对啊，对啊，集中在你敢照顾啊，嗯嗯，所以。这就是带来近代医学。对对对。啊，咱知影马街。哦，对，马街搁较特别吼，因为咱拄啊介绍这这个传教，这个传教来给咱写的病院，咱上面南部就是新罗嘛。啊，北部大概呢，新罗就是马街病院。哦，所以嘛真特别咯吼，因为咱南部是一个新的建筑物啊，做新楼，唔是一个名咧。是。但咱台北的马街是这个马街传教士的名来设病院，啊，这马街真特别啦吼，伊伫1872来传教，啊，伊本身是有受一挂迄个医学的训练呐。对。但是吼，其实马街本身唔是医生啦吼，一般来讲 ，Doctor 马街啊是神学博士啊，个说其实唔是医生，但我甲形容讲吼，伊迄个医学技术。唔是讲赫牛啦，因为伊较主要是用慢喘气，嘿啊，但是伊我感觉伊的迄个医胆很强，伊其实主要是吼透过要讲这个医疗的方式来传教，嘿，譬如讲伊伫淡水的时阵吼，伊拄开始人嘛无啥去信教啊，啊，所以迄个伊家己的日记嘛有写嘛，伊讲伊去较多拢新起的所在，啊，就开始拢讲古啊，讲落讲来来来，讲慢喘气唔免钱，啊，但咱知影，因为咱台湾。较早的人，因为这正常嘛，迄个口腔卫生无咧照顾啊，啊无牙刷，蛀牙还无牙刷啊，蛀牙咯啊，喙齿疼，喙齿疼讲较直咧啦，你去拜天公都无效，我咧讲，疼到哀天叫白啊，但是喙齿疼上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你迄个歹去的喙齿你甲挽掉，你马上你挽的时就疼，而且大家拢会当喙齿哦，嘿啊挽掉，你至少挽的时疼嘛，过一段时间你就袂遐麻烦啊，所以。马街足有意思，伊讲伊是台湾有统计呢，哦，讲伊1872到1901，共共要30年哦，讲满朝22000支的喙齿吼，啊，所以这足有名的。嘿，啊，但是唔是干安尼啦，伊嘛是，譬如讲伊嘛是去注意讲台湾，讲食鸦片对身体无好，啊，拢去人劝人讲，你唔好食鸦片，用这种方式来解。啊，佫再足重要，讲咱台湾古早有迄传染病嘛，比如马拉利亚，迄南部嘛足济啊，北部嘛足济。啊，古早迄个马拉利亚连年寒连年热嘛无法度，落去拜妈做拜天公，嘿，迄根本无效嘛，你连年寒了咩有效？啊，但咱知影，因为伫19世纪，因已经知影用迄个奎宁，金鸡纳霜，嘿，真正的奎宁，吼，你食你的至少给你和缓你的迄个疟疾嘛。啊，所以伊嘛是用这款方法。哦，甲你挽喙齿，啊，甲你食迄奎宁，啊，你若受伤吼，迄外伤足轻的外伤，较早无什么方法了，甚至有时啊嘛，甚至用香敷的用呢，啊，但是马甲伊就开始咱较早拢有用，有你若受伤无，抹迄种红药水，啊，马甲迄阵就用迄、那个，嘿，啊，就用迄种红药水甲你抹，啊，你就较紧。迄、那个空嘴会好嘛，所以民间嘛用讲，哇，这马街真牛呢。啊，尾啊发觉讲，唔止干那红药水会当治疗迄个疼痛的所在，讲哇，迄管啊嘛足水的。我有时讲一个受伤就走去找马街啊。你提管啊？嘿，啊，提迄个红药水，我话讲管啊要爱啊，因为管啊，但较早迄玻璃管啊真少嘛。哦，所以这就是讲，迄个马街医疗传教足特别。所以咱淡水就是因为一个运号做马街的尊长。
伊个过身了，伊个夫人嘛，卖甲迄东西，迄个接衣馆，接衣馆，接衣馆哦，对，唔是要纪念伊个，唔是唔是，要纪念嘛，还要开嘛吼，是，迄是一个另外一个，卖还没改，我那都蛮改，嘿，啊，因过身去啊，啊，因遗孀吼捐钱，是，哦，啊，伊是甲起一间接衣馆，就是咱今日淡水教堂边啊，迄个接衣馆，对对，你马接接啊，迄个看会到，啊，马接喜欢用那个迄个龟苓红酱嘛，哇，啊，足侪人讲，啊，讲我要来去摕迄个马街白药水，白药水，马街白药水，嘿嘿，我拄好讲个红药水是地瓜香嘛吼，啊，其实咱个顺着讲着讲。因为咱这部分是要讲这医疗嘛吼，所以你啊看咱南部新楼嘛，啊北部就是马街嘛，啊过来你看其实因全国传播面有甲中部地区，所以你看咱中部足有名的张基院吼，即个骨卡最大吼，即个嘛真伟大吼，你敢知影即个叫做蓝大卫？蓝大卫，蓝大卫，伊是一今仔即个118年前，伫咱即个即个中华哦，开一个大社中乐教医病院，哦。啊，就是今仔日的张基，张化基主要医院的前身啦。啊，南大卫来遮行医吼，有一段真使人真感动的故事。这伊的学生甲伊的病患啦吼，这是早期吼，这已经是1907年啦，张化基督教的医院啦吼。有一段叫做切肤之爱。对对对。你知影嘛吼？伊这就是讲有一个迄个台湾人吼，吊伤，刚开始吼血烫吊伤啦，啊，烫伤有一种，迄阵因已经有法度来讲用迄种人工移植皮肤移植来移植。啊吼，蓝大卫因的夫人吼，迄个牧师娘吼，医生娘，竟然讲伊愿意用伊的迄个大腿的一个迄个皮肤吼，迄皮肤移植伫这个病患的身上。啊，尾啊，听讲其实是迄个移植是无成功，但迄个人无，有那无，尾啊有那活啦，无迄个问题。啊，所以但是这伫你台湾就是讲，变成咱即卖伫台湾吼，即个伫迄个医学史内底、甲教会史内底非常重要一个叫做切肤之爱的故事，就是皮肤病。对，啊，即个南大卫讲，我进来在即台移植，皮肤移植，啊，那无危险，可能会死去安。啊，怎么办呢、啊？结果因这个牧师娘啦，嘛是医师娘啦，讲啊，无用我的皮肤好用。哎，这个外国人呢，对啊，对啊，为了台湾人的皮肤，伊讲伊要切伊的皮肤，结果后来好呢，后来就是讲南岛的床安尼好，无恁也要切伊皮，切因太太的皮肤移植给咱这台湾人呢。这已经无种族的迄款界限啊，所以甲台湾的关系啊，足深的嘛。所以因囝叫做蓝大碧嘛，尾啊有转去英国嘛，啊，因为伫台湾出世嘛，啊，尾后人去甲访问讲，哇，讲伊足思念台湾吼，啊，佮一寡台湾人佮会讲，迄个伊的囝伫迄个李登辉总统的时代吼，李总统有颁予伊一个迄个勋章，纪念讲因对台湾的这个贡献。哎，忙做讲台语呢，嘿，对，对哦，咱稍等下吼，要来讲。基督教啊，长老教会了哈，对另外教育的教育的部分，咱先快休困一下，哎，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欢迎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咱多只讲到。基督教长老教会哈进入台湾，啊，对台湾的近代医疗的影响啊，大陆的西医的掉了哈，除了那以外，伊嘛带入了近代教育，开始对台湾有改变。对对，来，咱先为倒位讲起，可能有呐为南部讲起，讲起来，是，因为这个传教，即个传教哈，其实因本来开始的教育哈，其实是要培养。因家己的传教士啦，传教士。啊，因为咱知影，因为迄个基督教是较新教，较入世神学，所以因的传教的方式哦，真重视讲爱甲在地社社会结合。对。啊，伊嘛发觉讲，来培养本地人来传教吼，对这传教的发展有呐较有帮助。对。啊，所以因这人来了吼，一方面就是讲去设迄个学校，啊，其实是要培养神学院啊。啊，但是相对来讲，伊嘛提供吼一般的人会当来读册。这是不是跟他讲，是新学的教育。所以1876年，对对，1876年，这个北京咧设立台南的新学院，对对，
但是即卖还佫低咧呢，还佫低咧，还佫足重。我捌去演讲过，即然后北部嘛是足重要一间佫出来。对，即个咱即卖你讲咧教育了，是干哪个看？比如讲咱中路教会即个等于即个新教来台湾，对台湾的尾也一个影响真大，所以咱集中来甲看吼。比如讲咱拄好讲了，你看台湾新学院嘛吼。以北部来讲啦，新学的学校都有迄个台湾的新学院。台湾新学院。嘿，甚至尾啊，因伫迄个为了要搞关渡因传教，伫迄个花莲鲤鱼潭嘛设一个玉山神学院，伫迄个新店嘛设一个圣经学院、圣经书院啊款吼。所以因就是这個、但是伫这个新学校以外，因嘛相对予咱的台湾人会当去接触新的教育。所以以北部来讲，因为迄个马介是为加拿大来嘛，所以伊伫这个1881年就含因太太这个张聪明，登去伊的故乡去募款呢，为了要设校去募款。募款吼，像啊伫伊的故乡是迄是 Oxford 嘛，牛津。像啊捐钱可以啊，所以伫1882年伊就设一间这个 Oxford College。Oxford College。台湾吼，有些个一个叫做理学堂大书院，大书院啊，一般有些讲称作牛津学堂，嘿，不是了，咱台湾讲堂，不是台湾学堂，是牛津学堂。啊，这个伊这个吼，虽然是有那么培养伊的迄个传教的人才，不过吼，伊其实教育价值侪。马街吼用这个所在啊，当作教室，也当作博物馆，啊，教新学、教天文、教地理。教物理、化学、毛历史、毛体育、体育拢有，所以像讲咱淡江甲中营南部下头就足重视这个体育的运动嘛。啊吼，伊这内底教册，佫足特别咯，伊嘛袂讲足死板，安尼干那硬底下教册。哦，甚至有时嘛带学生出去外口上课，这就是咱即马讲的迄种考察教育。对，田野。啊，伊有一个名字叫逍遥学院。哦，逍遥学院。带去较多啊，看了都教。哦，譬如伊嘛去市场西哦，捌看到迄个，譬如讲，迄个人胎低吼，啊，伊家低心啥迄种诶，提顿来教学生啊教迄个医学解剖，所以伊即个教学是非常灵活。即款诶，我对咱以后教育其实影响啊，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讲咱台湾吼，即卖即个等于新诶教育，上早南部吼，除了像讲新营以外，连带设诶迄个长荣中学，甲北部诶即个。牛津学堂就当作咱新教个开始，对啊，所以刷咧有中行吼，对，你来看这个余姚立啦，余姚立吼，伊伫1885年，伫台南创立了，迄阵叫做长老教中学，就是今仔日的长荣中学，是，所以含迄个咱北部即马淡江中学讲的1882年代足接近的，是啊，啊，这就是即马去伫咧哦，系啊，伫咧，即马长荣中学即间哦是足重要的一个古迹哦，在其他一些的讲堂啊，佮除了以外，佮有女学呢。咱多只马街某一个淡水女学，咱袂去讲吼，足重要呢。咱拄仔讲了教育吼，所以无去注意讲这款物件，因为吼，因迄阵教育包括教因即个传教的人才啊，教台湾人，啊嘛提供吼迄个咱台湾的即个福利，咱去读册。因为咱传统的社会重男轻女嘛。啊，所以查某囡仔根本就袂晓读册啊！阿妈街也是南部的教会，用查某囡仔读册，用叫因来读册。啊，因为台湾迄阵吼，有时啊袂去学读，讲啊袂使去学迄查甫个教。啊，所以人因迄牧师娘啊，吼，迄先生娘拢足敖的吼。南部嘛安尼，北部嘛呢，啊，就来甲因教册。所以咱南部嘛有迄个女学，北部有女学。啊，甚至到较尾啊。这是南部，叶安吼，南部这两个姑娘吼，办台南女学，就今仔日长荣女中啦，对，哦，长荣女中，你来看一张吼，这学生的合照，合照，这对几年你知道？1927年啊，迄年阮妈妈出世啊，所以阮妈妈还是一个 baby 的时候，人家已经就是人家在读册，查某人读册，是，啊，北部这间哦，多在讲淡水这间吼，了是足济汉人，不爱读啦，对。所以北部来读，很多格马兰，对对，真侪格马兰的查某囡仔来读，对。啊，这南部家，这应该是真侪汉人啦。你看，所以用安尼咧推动，啊，除了这款的也学校以外呢，特殊教育嘛有呢。是。你看这个甘伟林哦，Campbell， 非常有名的 Campbell， 对，伊创办什么？盲人学校呢？是。还有创点字呢，点字书呢，所以被称了台湾盲人福利之父嘛。所以就这款来讲。伫晚清的迄款落伍的政治之下，到一般教育都袂普遍啊，那可能个盲人学校啊，迄东西你看，这是盲人学校的迄个学生，哦，伫迄个时代就出来，啊，
这个今日台南人学校的前身嘛。对。除了安尼以外，嗯，除了创学学校以外，哈，嗯，伊对咱的本土文化，嗯，本土语言，嗯，嘛足重视呢。是是。嘛真开始经历呢，吼。你看，看这马街啊，这当然一个画家吼，郭文雄伊画啦，吼。嗯。啊，马街要来台湾以前吼，伊其实已经练过迄个厦门话啊。嘿。厦门话就是台语嘛，小讲嘛。对。嗯。啊，来的时候发现讲，哎，无够用。嗯嗯。无够用，啊，用伊家。他啊，拄开始有人嘛不爱甲伊学，看这个何秋欢的吼，我这番啦，嘿，啊伊从啊去个迄个，即马咱会使可能地点差不多是咱淡水即马迄个高尔夫球场附近迄搭遐啦吼，啊去遐就甲迄个囡仔耍吼，啊开始就从咱这个顶头画，因为呢，因外国人拢有足侪物件嘛，比如讲因为迄个怀表咯，迄链表。啊，内底甚至有声响啊，互因看时间吼，啊，等有阵仔让他乖囡仔，乖囡仔来，乖囡仔好奇掉，啊，开始学，啊，结果安尼学得了足紧的，所以吼，马街你看伊来五个月尔有法度用台语正道，用台语正道，迄无简单嘞。你讲咱平时挨啥子来讲遐话，迄是简单，但是你要用迄个学会向个台语来讲迄个圣经，甚至伊甲人辩论嘞，伊甲台湾的遐个歪。无讨厌这西方这讲番啊搞这，伊个辩论嘞，用台语个辩啊，辩到遐有诶怎啊讲哦，你较搞啊怎啊变做伊学生，变伊信徒。嘿，这两表示人伊愿意学台湾的这本土语言来作为传教的足重要的媒介。阿妈介绍安尼吼，南部迄个马雅各因乡吼，即个马雅各医师吼，是一口流利的台语，你知道？我定甲新光讲，恁今仔日吼，还袂讲看嘛？全力讲输伊，人一个阿多啊吼，台语讲啊足流利，对哦，拢甲你学吼。啊，佫另外就是讲，创办第一份报纸，引进第一部，印刷机，对哦，嘛是，咱巴克利呢，巴克利，即个这是即代就是伊迄东西引进来，印刷机，啊，创办第一份报纸，就是叫做什么？叫做富城教会报，嘿，富城教会报，台湾富城教会报，这种罗马拼音出来，啊，这个台湾富城教会报，就是今仔日的台湾教会公教会公布，嘿，这吼，会当继续搁再稍微解释一下吼，因为因这个传教士来台湾，我台湾大多数，比如90%可能唔捌字，啊，唔捌字，伊若准讲要改教印度的嘛，要汉文嘛，但是甲你教甲。你汉文也要去看圣经，佮念遐圣诗，实在是足困难呐。啊，所以就用这种罗马拼音吼来教因这个，因咧互因捌字，啊，这足紧的。因迄阵讲吼，其实操一礼拜你若认真学，啊，你就头壳较巧的，一礼拜拢记起。对，因为伊就是你讲啥物话，啊，你甲迄拼音音念嘛。啊，头壳较歹哦，就起码拢会晓。对，啊，所以开始拢要读。对，啊，这就是咱台湾即马。大家拢知影，有时讲叫做白话字，白话字，就是讲我口说的话啊，写的字就是这种文字。我手写我口，我写写我口，对，就是讲白话字。所以，咱即马咱台湾足侪即个中路教会内底，因的教堂内底，因足侪迄个，尤其是迄个圣诗圣歌，对，超拢会用安尼来写。是啊，所以会晓这个字了，嘿，哦，对，你足侪即个牧师吼。拢替咱写迄落呢，教科书，甚至甲古典的物件用。提出来，你看哦，这是医疗力吼，1884年用罗马字拼音的汉文教科书，《三字经》新传北魏注解，啊，然后嘛编辑店，哦，所以有几落部字典，对，几落字典，马街都一个西台书店，哦，台就是台湾话，台湾话对 ，Formosa 嘛，啊，就这个道家的，伊编一本夏英。大书店，肯定嘛是啊，这厦门音的字典，厦门音的字典，这个标题就是。哦，你来用下来必为作势呢。对啊，啊，这唔捌字的人，对，最好最会晓，对啊，念对。哎，除了对这以外吼，哎，原住民的圣经嘛开始出来呢，那当然是后来啦。对，后来。原住民圣经，泰雅语啊，这个。因为用这种罗马拼音，罗马拼音，会当处理作势语言，是迄个表音的方法。对，都弄出来了。是。
啊，而且嘛，整理台湾历史呢。对。你看这个。堪培尔，堪培尔学问足好诶，学问足好诶。写一本荷兰文嘛，伊写一本这 Past and Future of Formosa， 啊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尤其这本上重要，这本最重要。因为咱台湾吼，尾也要了解荷兰史较困难，啊，用一本册，咱足重要，咱初步。荷兰统治下的台湾，哦，是，咱先讲到这吼，咱稍等来用一个例来讲马街，马街真伟大啦，是，咱先休困一下，稍等来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欢迎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咱今天在讲基督教，咱都在讲到中央教会对台湾的影响。啊，讲到北部的这个中央教会的发展哦，上关键的人物就是马街嘛。是马街，伊本身不是讲外高都外高，但是我感觉讲吼，伊有一个足重要的精神。伊的爱，伊的疼以外吼。伊对台湾的奉献，伊甚至到尾啊，把台湾当作伊的厝，变当作伊的徛家了，对啦，当作伊一生死后永生的徛家啦。对哦，所以这个人对台湾来讲哦，实在是我感觉真出人感动啦。啊，所以咱最后这个单元呢，要来讲马街。啊，宝春，你对马街想了解啦？你住的所在嘛，含有足大的关联嘛，吼。因为我是这个三芝的人，啊，三芝我淡水足近的，啊，因为这个马街来台湾吼，伊就是来淡水，因为其实来到台湾是，其实因为南部长老教会先来啊啦，所以就带伊来北部看看，啊，因为咱讲较现实的吼，因为传教嘛要分教区啦，譬如讲因就这个所在都有教会的传，因尽量爱过去开拓其他所在，吼迄个等于其他的人会当来接受上帝的福音嘛吼。啊，所以伊就发觉北部也无教会，啊，伊为南部迄个传教士甲拖来的时吼，因为淡水入来了，伊发讲哇，这风景有够水，啊，一边是观音山，一边是大屯山，所以一个入淡水的时候，伊就已经下愿讲。伊就规世人要带台湾传教，啊，要用淡水做伊的迄个根基的所在安尼，这是伊第一的迄个印象，伊就要安尼啊。所以，因为中央教会本身是咱讲的是较本土入世型的迄种教会嘛，啊，所以伊就开始做这种本土化的这种工作。譬如讲，咱知影你看伊要培养传教士，啊，伊就去找一寡台湾人来甲伊。甲因教了，变做伊个地主，啊，就开始去帮伊传教。对，其实上界重要吼，就是讲伊因为已经决定要一直永远留伫台湾啊。对。所以吼，你甲看，咱头前无详细去介绍，咱南部足侪遐长老教会传教出来，其实大多数啦吼，差不多拢是甲因家己个人结婚啦。但是马街无共，马街因为伊就认为伊要伫台湾嘛，台湾人结婚，啊，所以伊就去五股遐传教的时候，长啊结婚，对，啊，就有一个阿嬷带一个查某孙啊去听伊讲道理嘛，啊，因为伊敢那是人的新妇啊，就叫伊长啊，哎，啊，到尾啊，因为迄个因这个饲养的遐家庭内底，感觉这个长啊敢那类似属于就克夫克子型，有点那种感觉啦，吼，啊，就讲。就对伊都无介好啊，所以马介讲，哎，啊，伊都既然要伫台湾啊，啊，所以这个长啊，呐，娶伊的时候嘛是真好一个对象，所以就啊，甲长啊结婚。张聪明，啊，伊个足牛的吼，会当知影台湾两个长啊，甲迄聪明有关系呢，就啊，甲改名，改做张聪明。嘿，啊，伊生一个查甫的啦，两个查某囡啊吼，啊，所以伊嘛留一个这个，有啦入境随俗啦吼，穿迄个登山衣，台湾那种衫吼，嘿，真有意思吼。啊，所以啊，这个伊个囡啊吼，对，伊囡啊在咱迄个混血儿咧。啊，迄阵因结婚吼，啊，结婚嘛有结婚证书哦，是。所以咱观众啊，你要注意看者吼，这个迄个时阵，伫这个恭喜四年的时阵吼，伊结婚嘛吼，啊，结婚。迄阵吼，张创明那个真少年啊吼，才18岁尔吼。啊，马街迄阵已经30多岁啊，因为马街来传教一段时间才结婚。啊，咱甲注意看吼，因为伊迄是迄个 Leslie 马街，啊，所以各位注意迄个顶头，你看写 Leslie 吼啊马街，因为迄阵拢有一个习惯啦，伊迄翻译个名，咱讲加口字边，拢加口字边，吼啊，你看。
啊，啊嘛有证人哈，安尼表示伊结婚，嘿，哦，这是伊迄个时阵，啊，过来哈，咱看，因为咱都有讲的，因为马甲伊上个重要，伊就是讲，拄拄来传教的时候，唔是遐尼好传。哦，伊接住。哦，譬如讲，咱即个要讲一个什么故事？譬如讲，因为伊为淡水来嘛，啊，规个就带台北盆地先传教。对。啊，伊来到迄个网甲。很重要，因為網甲最老的一定要去那團啊，啊，但是網甲的人吼，還最愛保守，啊，還民間信仰很多，民間很多，那龍山寺咯，媽祖廟，什麼祖師廟都有嘛，啊，對他就是很反感，那反感其中也有一個原因，因為吼，他在那個網甲那裡本來去租一間廚，要做那個教堂，是，啊，雖然是我們傳統的廚，他有把它改裝過，因為我們知道西方的教堂有都会起一个像尖尖关关这样，啊，结果台湾人很讨厌这是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挖在路口，啊，你一个那尖尖关关的东西，我们都会当作说那是路枪那种，好，啊，就说好，这个马街你来这里那个什么教堂传到什么番仔狗，甚至要把它拆掉，拆掉，啊，但是马街他很认真的，他不认输啦，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到尾啊吼，我甲讲，伊讲的嘛，感觉有道理啊。啊，甚至就是讲，这个耶稣信教，敢那嘛有保庇因遐人，尾啊，佫考试，佫是毋是去考神学院啦，是去考科举，竟然考掉呢。啊，怎样吼，我甲当作讲伊是大善人，开始无敌意啊，开始无敌意。那开始来的时吼，你啃石头呢？对对对。啊，因太太坐的轿吼，佮破塞呢。对对。哦，啊，教堂佮烧去呢。是。啊，甚至听讲有一摆哦，好一个壮夫就对啦，一个莽撞之夫吼，呢，摕一支刀啊，冲入去个教堂呢，伊讲个刀讲到先掠台，你知道？啊，马介甲无惊哦，耶稣听你的，无惊啊，后来即个变耶信徒。对。哦，你主要讲迄个吼，三峡迄个足趣味啊！伊主要是去三峡遐传教，三峡民性嘛足强悍的。对。吼，讲提着来牵的，甚至甲呛声来讲，无你惊你啦，讲你靠关，阮靠山啦。伊个意思是讲，你会当来传教，是因为你有迄个对外签的条约。对嘛？啊，官府吼，你做后盾啦。不过吼，我甲你牵，我甲你牵的，我走来山尾啦，我无你惊你啦吼。啊，结果啊，迄个听讲马街甲迄个人甲捡的石头，捡一石头，尾啊炸登去加拿大做纪念。哦，就简单。嘿，伊就心虚。后来吼，一个包括一班去去啊，对对，看病啊，种种啊，是。啊，所以后来马街要第二摆要登去加拿大述职的时候吼，变成安尼呢，好用乐队啦吼，加上，改上，改换上的。所以迄个第一不但无吼，才变作改动作是一个善人大善人的对啦。对对。所以这也是真无简单的一个。对。啊，伊的团购吼，当然，就咱前拄啊有讲，讲到嘛。因为迄个一个尊长夫人吼，迄个尊长有哪号做麦凯啦。对。啊，因为迄个尊长贵姓，啊，因夫人吼，然后官职可以设置个戒衣馆。啊，这间这是旧的相片，啊，咱的朋友，即卖你若去淡水吼，一间有哪个看会到？啊，看会到，即卖有一个新的文创商店，嘿，一间一间就安尼，嘿，迄伫个街仔入来就够有。啊，后壁就边仔就迄个教堂，是哦。阿妈街嘛，吼，伊伫团购的中间吼，嘛走足侪所在。对对对，哦，这个妈街团购的范围吼，咱拄好讲，只有等于半个台湾啊，差不多因迄阵南北的教区吼，差不多以大家可以分解。是啊，所以马街地团团家才有等于团家中部遮，是啊，过来吼，伊主要阁去迄个花莲地，宜兰嘛有，嘿，宜兰嘿，啊，阁去到花莲，啊，所以去宜兰哦，迄感觉咱为了省伊个省，尾要改省嘛，啊，感觉诶马街就来遮团购，啊，所以就要省改啦，所以咱今物来看到省改吼，感觉咱诶，就是感觉咱省改吼，就是当时受到马街帮助过的人，对，啊，这听讲是伫中立遐吼，一间迄。讲号称是饭店啦，你也讲迄古早饭店是土格厝安尼吼，啊，迄我迄阵有相片啊，啊所以吼，马街你看迄老河丘咧吼，啊所以迄阵甚至嘛讲讲笑，甲讲以后就是河丘番啦吼，伊定定穿脱车卡呢，即是要穿草鞋，对，哦，啊伊其实定我知影伊定脱车卡，好，啊，过来吼，因为伊要传教嘛是同款吼，咱都有讲到，一直拢在伫淡水嘛，是。啊，所以这就是伊大过的厝，即卖就是伫淡水真理大学内底，哦，一个部分。嘿，啊，底下吼就开始来迄个
是就等于为遐做基础，啊，就去编字典，啊，甚至去迄、那个迄、那个东部传教。咱咱看下啊吼，即电来咱看，伊行过迄个三条岭，即三条岭，爬去三条岭遐吼，啊，其他人背去传教，啊，你看即去花莲的，即足简单的船啊安尼。嘿，去花莲，还没在学生啦吼，对，去花莲传教。啊，咱过来看吼，因为伊传教的根据地是淡水，啊，所以吼，伫淡水这个就足水的一个即礼拜堂，咱起码去淡水拢会当去看到。吼，今天拿来淡水一定一定要看这条，吼，这东西的这礼拜堂。对啊，咱拄啊讲吼，因为伊上界重要就是讲伊这个谢塔考吼，啊有这个尾啊影响有迄个淡江中学。啊，因为有设这该医馆，啊，所以尾啊就设这个病院，啊，病院尾啊因为台北较老些啦，所以尾啊就是伫台北设这个咱伫咧双连的马街病院，啊，尾啊嘛伫德维啊嘛设，啊，甚至尾啊认为讲神爱世人，所以爱去照顾较弱势者，所以台东嘛设这个马街病院，新店嘛有，是，啊，伊佫有这个教育内底除了一般的教育嘛去重视这个医学的教育，所以伫1970年就设置个马街的护理专科学校伫干道，啊，尾啊搬去阮三芝，啊，伫这个2009年就开始医学院正式收学生，所以咱即马马街教出来的学生已经伫医病院内底照顾咱台湾人，所以对病院啊，对学生是哦教育拢出来，所以咱。总的来讲来讲，咱今天不是伫讲宗教的信仰，咱是伫讲，其实基督教传入台湾，对咱台湾除了传播宗教文化，为咱的新的教育、甲新的医疗，吼啊，甲这个足侪教育甲这拢有关系。麦加最后过身嘛吼，但是遗言，对，遗言，你把你搞啊，葬在台湾，对，伊讲这是我最后的主家，对，所以咱即阵的淡江电话来滴就是伊甲因因某人代理啊，淡江电话来滴有一个。区块是马街墓园，对，咱这边来马街墓园看一下。马街博士在1901年过世，埋葬在台湾的淡水。他在临终之前写下了一首诗歌，表达他对台湾的爱心。我衷心所爱的台湾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献给你，我的生趣在于此。我衷心难分难舍的台湾啊，我把有生之年全献给你。我望穿云雾，看见群山，我从云中的细缝俯视大地，远眺波涛大海，远眺彼方，我好喜欢在此远眺，诚愿在我奉献生涯终了的时候，在那大浪拍岸的声响中，在那竹林摇曳的阴影下，找到我的归宿。咱今日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后礼拜继续收看《讲台湾谈历史》。